我1981年3月31号晚上到了敦煌莫高窟，天已经很黑了，隐隐约约只能听到九层楼的钟鸣声，特别神秘，激动的也是一晚上没睡觉。第二天天一亮，我们几个年轻人呢就跑到洞窟里边去看壁画、看塑像，真的是惊艳到了。 敦煌是四大文明的交汇点。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呢有743.5个，壁画呢有45000多平方米。原来是那个颜料层回帖有点困难，比较厚啊。当时绘画的时间。 颜料里边的胶可能是比较多。我叫戴川，是90后，在敦煌研究院从事壁画保护工作已经10年了。我的老师樊在轩今年已经60多岁了。一平米病害呢，可能需要1天多到2天的时间。我从事壁画修复工作呢40多年，现在修复的面积呢大概在莫高窟一个大型洞窟这样的一个壁画面积。 你们那时候条件特别艰苦，那些老一代的莫高窟人，他们的条件要比我当时的条件要艰苦得多，就是从他们身上也能学到很多保护莫高窟的这种精神，他们对自己职业的热爱。那我们现在条件就好很多了，是一代一代的条件好，但是这个精神还是得到了一代一代的传承。是。 当时呢，老一代莫高窟人像李云鹤先生，有很多前辈们对我们寄予了很大的这种信任和这种期望。我做了一辈子这个工，我老了看不动了，我来看一看也行，好像和他没法分开一样。毕竟自己会慢慢的变老。 我也希望年轻人呢，就担负起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责任，奔赴莫高窟下一个千年。我也愿意把传承敦煌文化作为我终身奋斗的事业。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，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。万物有所生，而独之手其根，中华文明也绵延至今。 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志。